今年女影的主题叫做《自由之影，崩坏之域》，绝对颠覆超越你对于过去女影的想象。今年女性影展以《自由之影，崩坏之域》为主题，收录全球五大洲共22个国家将近80部的电影佳作。女人或者是甚至女导演对于自由各方面的一种想象，所以才会用《自由之影》。然后外加为什么要用《崩坏之域》，就是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我们今年非常的就是独特，因为我们要先破坏后建设。女影单元之一，多元不成家，从个人的角度出发，打破传统家庭观念，不如把它挂号布起来，来告诉大家说每个人都有决定成不成家的权利。你想要成家或是谁被迫成家，因为其实家的模样可以很多元。异想世界本周为您分享今年女性影展的《自由之影与崩坏之域》，10月10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